Hello 宝子们，今天来分享几件可爱又实用的手机配件。第一件是一个美美的手机壳和手机链，猫猫元素我真的好喜欢，最近买了很多动物元素的东西，手机链也很好看。这两天沉迷串珠，我也做了好多配件，下次分享给你们看，还送了好几样小礼物，明信片、扇子和便签本。下一件是我在海鲜市场买的手机链，先是一条比埃诺小羊的哟，粉粉的真的很可爱。下一条是双子星的，粉蓝配色 YYDS。 最后一条是凯蒂猫的，彩里彩气的，很有千禧风的感觉了，还送了小礼物。下一件是派凡的新款充电器，奶蓝色的小方块挺好看的，插头可隐藏，自带三条数据线就很方便，数据线还是可以拉伸的，最多能拉伸到70厘米哦。侧边还有两个外接口，最多可以5个设备同时充电，功能实在太强大啦。用阿卓贴纸浅固一下小方块，海洋主题好适合这个蓝色。噔噔噔，看下成果吧，是不是超级鲜呢？你们也去试试看吧。今天就分享到这里了，拜拜啦。